算没有专业了，那算自己当考生在那边。曾经明上课，现在在南部可以来帮我说心，说下课说心了，可以啊，那你说好，来千几号，二九啊，谢谢。好，那上课可以谁可以帮我写心得？我需要一讲。上课好，谢谢你。我其他同学坐在旁边啊，谢谢。好，那我们那个，我先来一个不自杀声明哈，啊，这堂课有学生录音哈，现在各位可以跟我后面听到声音哈。好，那什么叫不自杀声明呢？就我先讲，这堂课呢是我自认为啊，我所有课程有余 USB 里面最无聊的一堂课。对，所以我希望各位还是能够，即使再怎么无聊，但是一定还有人。我尽量已经做到最不无聊的课程了哈。所以尽可能希望各位同学还是要认真上课，好不好？但是因为为什么说它不了？因为它很抽象。如果上礼拜上过灵性修养那个主题的，我们上礼拜讲灵性修养嘛，人生一个哲学习题，你就发现真的很抽象。到底什么是灵性？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要讨论关于灵性的问题了，所以还是很抽象。所以我要必须说，大部分的很多的生命教育老师，包含教科书，其实在这个章节都带过或者省略忽略它。因为它不好上，因为一上下去的时候就会碎成，可能会碎成一片。我尽量努力看看可不可以不要碎成一片，好不好？那如果还是有人要再碎的话呢，我先说一下我三不圆的不碎不滑不实事啊。各位同学，你们已经快熬过了这个学期，快熬过了啊。你们班目前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被登记到，先恭喜你们。但是你不要最后几堂课被我登记到，然后登记到的话，全班的分数全部就变成55分为基准，懂我意思哈？当然我没被登记到，我全部给你们送5分上去，所以每一个人的最基本分数是60分。你不想加作业可不可以？可以，了解了吗？划不划算？划算，好，那团结力量大。那我提醒大家，我们这个12月19号这个礼拜天晚上10点，可以交到第二份作业。第二份作业就是灵修六原则应用，尽量好不好？尽量在明天以前交，好不好？可以的话，你愿意的话，因为我从19号一直会忙到年底31号，我就跟那个气象局说，刚才我们讨论气象局，就是说啊，太阳只会出现这2天，接下来全部都下雨了，到明年，好，就一路到明年了。我真的从19号开始，我就会一路忙到年底了，所以我没有太多时间闲暇时间收你的作业。那你的作业都帮我想看看看，12月19号晚上9点到晚上11点之间这2个小时，我有12个班级的同学会挤在这个时间交作业，真的很可怕。所以尽量提早交，好不好？提早交作业，不要迟交。好了，那我刚刚说今天这堂课可能会有点，因为我们还在灵性修养嘛。那我们现在讨论到人生的第三个问题，就是人如何活出知行合一的生命。其实4个字可以总结这150分钟所要上的课程，但是4个字确实不太好去做到哈。那我们这个主题叫做灵性修养嘛，那人生三问的问题就是人如何活出知行合一的生命。那其实在你们的旧课纲99课纲哈，主要上的课程内容是人格同整与灵性发展，其实上它是2个主题，人格同整和灵性发展，好，这2个主题，所以它其实是很重要的。当生命教育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它就不能称之为生命教育了，所以它是很重要的哦。那我刚刚说我们这个礼拜又要教，所以就是灵修六原则应用。我们在前面人生三问的问题，我都会放这个画面，如果各位同学还有印象的话，那我你的作业就是生活上所真实发生的事情可以应用在哪一个原则上面啊，这样就可以了，这样教。所以我的作业正常来讲不到5分钟或者10分钟之内一定可以写得完，不管你在吃饭的时间，在公车上或在厕所里面，你都可以完成我的作业。有多少同学是在厕所完成我的作业的，请举手看看。真的边拉边怪不得那时候收到你作业觉得有点味道，原来是你了，看到本人了。好，那所以我要说的是，我的作业真的很简单，只要你有交就有分，因为我在乎的是态度不是能力，我在乎的是态度。好，那我们今天再从灵修六原则来看人如何活出知行合一的生命，我想介绍第5、第6原则。第5原则择善固执，不变随缘。第6原则就是择诚意正心，戒慎恐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彼得兔老师，这个兔子老师呢，他怎么样去做到不变随缘的这个层次呢？真的很了不起。那要开始点名，来，从你先开始，你叫什么名字？
讲英语。嗯，老师不会讲英语，你叫什么名字？讲英语啊。对，我是体育老师，你让我讲英语，你叫什么名字？讲英语啦。好吧，我喜欢讲国语。你叫什么名字？讲国语。一个讲英语，一个讲国语。你叫什么名字？讲方言。你叫什么名字？讲方言。你叫啥子名字？你叫啥子名字？那不能改变的，不强求他改变，这叫做不变随缘哈。跟着这个缘分去走吧。所以我们人生在世，很多事情都是要做到像这样子啊。对于自我的要求，所以五原则五原则六，择三固执，不变随缘，诚意正心，戒慎恐惧。好，那接下来正式要进入到今天的课程里面，我想问一下各位同学，我们要学做一个人，还是要学像一个人？因为我们在人学探索其实讨论过嘛，人跟动物最大的差异性在哪里嘛？人跟动物最大差异性在哪里？人有道德思考层次，所以我们本来就是个人，对不对？我们本来就是个人哦。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当我们在马戏团里面看到动物很像一个人，说哇，好厉害哦，怎么那么强？这动物好厉害哦！就像我前两天就是在那个花莲那个什么海洋公园啊，我就看到那些海豚，那些海狮好厉害哦，它的行为怎么跟人一样，太强了。可是有时候我们说看到一个人的时候不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说？吼，这个人哦比畜生还不如啊，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那差异性在哪里？为什么动物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说它很厉害，当一个人不像人的时候我们说它比畜生还不如呢？主要原因很简单嘛，因为动物没有道德思考能力，但是人有。我在说动物没有道德思考能力，动物也可以思考，但是它没有道德思考能力。但是人有，可是人常常不去形塑他该有的样子出来，所以我们才会说他比畜生还不如啊。我们下学期会看一部影片叫《与森林共》，我们就是《森林王子》里面的影片。那你知道全世界我也思考过这些问题耶，你知道哪一个动物可以控制火？你有看过猪在那边生火烤肉啊，要烤把自己烤进去吗？没有啊，我也没看过。但是只有人可以控制火。所以在《与森林共舞》里面，他讨论到到底那个火只有人类能控制，但是有一个人，有个大猩猩叫路易王，他也想要拥有这个火，他也想要像人类一样可以控制火。所以其实人可以控制火，人有道德思考能力，但是动物没有。再来讲，因为动物不能控制火啊。我们下面在《与森林共舞》这堂课就会很精彩的，可以看到那些所有的动物们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那什么人格同整？人格到底同整什么？那人到底是什么的人？就是一个人的整体情况，这是这样人格。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这张黑洞纸哈，哎，看到这张黑洞纸，刚刚想到各位同学，也想到我自己。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拥有这张黑洞纸，我们可能都拥有这张黑洞纸。那我们来看这张黑洞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
觉得这个人很可悲，很可耻，对不对？怎么那么贪心呢？一天拿一捆，一天拿一捆，慢慢拿就好，干嘛一次拿那么多？对不对？如果是我，我也是这样子。可是为什么他一次要拿那么多？会查账，对不对？所以，可是他为什么要拿那么多？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这人的贪得无厌。哎，其实各位同学，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我们人生当中的黑洞子？从小到大都会有。所以我们上礼拜上的时候，人为什么知行不义？因为生命的缺口，生命缺口的四点里面，其中有一个是吧？为什么？竞争的压力嘛。我们会因为竞争，那所以我从小到大，我们这黑洞子一直跟着我们到现在为止。什么是黑洞子？你的成绩单。你的成绩单就是你的黑洞子，你就觉得那个里面的东西很重要，所以你开始不断要追求成绩的高还更高。然后等到你等到你终于可能硕士博士毕业之后，你在乎的是什么？薪资单。你觉得那个东西都还要更多才是最重要的，可是真的是最重要的吗？我知道之前不是跟你们聊过，说有一个同学啊，应该不是你们班嘛，有一个同学下课来跟我说，说不能带全家福相片。我说为什么？因为我没时间。我说为什么没时间？因为要学社，因为要学社，所以没有时间跟家人拍照。哦，我听到这句话我真的很难过。我为什么难过？我主要难过的原因是因为原来学社比你的家人还重要。因为你拍张全家福相片，说真的不会很久吧？家人全部都不小心在一起的时候，不到一分钟，其实十秒钟就可以结束这份作业。其实我只是希望各位能够把握当下，珍惜你现在你可以跟你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可是他会说，因为我要准备学测，没有时间。啊、哦，我听了真的是一个心的凉一半。不过我觉得没关系，那是他所选择的，我尊重他。我说，那你真的没时间排名，你一月再告诉我你不能排好不好？那我就帮你登记前，帮你加分。因为他就不想排。所以他也愿意讲，他很诚实说他没有时间拍。可是真的是这个最重要。我记得我们也之前也看过一部影片，不是那个访谈，郭东修东华大哥，他是不是在追求他自己人生的事业上面，好像忽略跟家人相处的那个时光？他用他的方式去爱他的儿子，但是他好像有点后悔了，因为他放太多时间在他的事业上面。就好像各位同学，你现在放太多的时间在你的学业上面的情况之下，那有点可惜哦。我不是说事业，我不是说学业不重要哦，它是重要的，好、哦，它是重要的，但是它绝对不会是首要的。大家了解吗？它不会是你人生当中首要的啊。学业永远是最首要的，事业钱财永远最首要，不是？它也很重要，但是它不会是首要的。好、哦，所以千万不要再陷入到在黑洞子里面了。好，那我们再说怎么样才能活出一个比较好的生命呢？讲的人格同时也灵性发展，最重要就是讲人生作为在于知行合一。所以我说四个字可以总结我们这三堂即将三堂课所要上的所有课程内容哈。我们再看到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最高层次叫超自我实现需求，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我知道各位同学你们现在都在追求那个自我实现的需求，所以我们会希望我们有个好的大学，我们希望有好的成绩，都没有问题，你们都绝对做得到的。我相信你们班太优秀了，每一位同学。可是很可惜，当你只追求到这个层次的话，那我就说他会非常可惜。于是我今天介绍四个人物角色，包含猪八戒、孙悟空、沙悟净和唐三藏。在西游记里面我们知道这四个人物角色，但是我们为什么在马斯洛这边突然提到这四个人呢？很简单，当我们把马斯洛需求理论分为三个跟 XYZ 理论的时候，你就很明显知道猪八戒就只是追求这个生理和安全上需求 X 理论，那这个孙悟空呢就像是这个 Y 理论，懂到自我实现需求，他的人一生呢当中在追求这些。 OK， 我不是说追求这些是不对的，但是当你的人，我们不是人生三问里面的第一问题的为什么活着吗？可是猪八戒只是为了这个而活，你会觉得很可悲。可是孙悟空只是为了自我实现需求而活，是不是很可悲？可是唐三藏就不一样嘛，唐三藏知道那个还有更高层次灵性的追求，所以他到西方去取经嘛，是不是？所以他的超自我实现需求，是从那个马斯洛需求理论来看。好，所以我们在探讨人生三问的问题里面，我们再回顾到这个来看。弗洛伊德不是讲心理学里面不讲本我、自我和超我吗？好，本我、自我和超我，那本我就像是猪八戒，所以本我是重要的，但是不是人生当中的首要。好，所以他讲的是像人生本我的部分。那孙悟空呢，象征是自我的层次，他也是重要的，但他不是什么。那什么才是真正的首要？人必须要找回最真实的自己，那个超我。超我才是人生当中最首要，那个灵性追求才是最重要、最首要的啊！所以从那马车就可以看得更清楚，那匹马就是本我的能力，那个驾马的、控制马的那个就是什么自我。但是很可惜，很多人的生命状态是超我不见了，那这个人驾马的人到底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反正就在那乱撞。
可是如果当你超我在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到底为什么，你就知道你自己为什么活，你知道人生当中目标到底在追求什么东西，才是对你才真正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超我才要真正找回。好，那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猪八戒、孙悟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谁，唐三藏，但是我们还缺了一个谁，沙悟净。沙悟净是每一个都可能会存在这个盲从，缺乏了主见、盲点，没办法认清自己。所以我们在那个价值思维那堂课，不是有个作业叫那个新闻时事伦理分析吗？我们说过，生命教育要秉在新闻，在伦理议题上面讨论的问题，要秉持很高最高原则，立场不必中立，态度必须公正，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啊，啊，你才不会盲从啊。好，那我们人会不会有盲点？一定会有盲点。所以这个就像是一个圈圈，人有分身心灵这三个部分，对不对？那这个黑色叫幽暗意识，这个包含猪八戒、孙悟空、唐三藏，但是黑色的就是像沙悟净一样。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人生当中自己的盲点，所以你必须要去攻破于他哈。好，那从姓名学来看，一些人呢，唐三藏呢，他是追求的佛教的经典里面一个很三藏是指的佛教经典里面很重要一个分类方法，包含经、律、论三个很重要的佛典。那孙悟空他必须要学会一件事，放下执着，返本归真。所以佛家讲空，道家讲无，那这是孙悟空所必须要学会的一件事情，道空自己。那沙悟净呢，他的修行尚且，他必须求得清净心。就好比说，如果我今天都没有水了，可是只有一杯浑浊的水跟一杯尿，你要喝什么？啊，喝尿的请举手。没有，啊，喝水的，喝那浑浊的水，你把水的请举手。那，啊，你都不喝，不喝吗？这几天这三天都没有水了，就一杯，真的有用什么真的？啊，只有一杯尿跟一杯浑浊的水怎么办？啊，死掉算了，是吗？啊，你那边怎么办？喝尿。好，我是不会那么傻，我不喝尿，我会喝那浑浊的。怎么喝？不要急嘛，对不对？把那浑浊水放在这边，慢慢让它沉淀下来，是不是上面就干净了？比较干净了，比尿至少能够好入口一点，是不是？所以没办法，为了要得到自己的生命，所以你知道，你必须要求得清净心啊，好不好？好，接下来猪八戒呢，他的本名现在叫猪悟能哈，那必须要体会到人的本能，必须有些克服掉一些问题。所以包含贪的那种欲望，所以它叫八戒嘛，哪八个东西要必须戒除掉。好，所以那个同学讲的是身心灵的安顿，我想跟大家提的就是安不安。我们在终极观外介绍到宗教的时候，我告诉各位同学怎么去分辨正信或迷信。我说请问各位，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平安的？对，因为平安就是福嘛，平安就是在爱里没有惧怕。所以在做一件事情，在追求良知的安不安才是最重要的啊。灵要清明，心要慎选，身要配合啊。那什么是灵性？我们刚刚也先介绍过了非宗教性的，包括马斯洛的理论，包括弗洛伊德，还有上礼拜所提的高能的九大智能的多元那个存在智能，对不对？都讲了人都是有灵性的，只是我们常常忽略了这灵性的重要性。那宗教神是怎么去讲呢？佛教徒话讲的是生命的豁达，那道教徒讲的是追求的天人合一，那基督教徒是以生命当中是以上帝为中心啊，那穆斯林是说品性高级，要真做圣贤，他们所追求的事情是不在，但是他们有几个共同点，就必须要灵性的取得。那怎么样才能训练？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必须先自我意识的破碎，然后自我欲望的消除，然后自我价值的重建。破碎消除才能重建，好，那才真正取到灵性的部分哈。好，那我们在灵性的发展的部分呢，其实各种宗教神一定都有他自己灵性的发展的方式，但是很重要的上面几个关键是包含觉察和练习。操作练习就是操作，你要必须先觉察自己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才说灵修的原则可以让各位同学能够内省自己，觉察自己到底够不够，然后还去练习去操作它，把它实现出来啊。所以有一本书叫做《比考第一名还重要的事情》啊，比考第一名还重要是什么事情？追求灵性。所以这本书里面在探讨的是灵修六原则怎么去应用在你的生活上面，这才是真正人生当中最首要所该去做。那为什么要追求灵性呢？主要原因是因为恶。有不好的，那人生当中一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我们讲到底什么恶呢？恶如同冰山一角，有显而易见的行为，或有隐而未现的本性。那显而于外的呢，包含恶言、恶行和恶容。那隐藏在内的就包含恶意和恶性。所以我们常说笑里藏刀的人才是最可怕的吧，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的恶呢，人的恶就如同冰山一角，其实最可怕的是恶意和恶行。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剔除在外，才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好，那灵性的修持的部分呢，其实所有宗教纵花起来整理起来大概就长得像这样子啊。你先会有一个安静时间净化自己，然后默念它的重要经典，然后最后到内省而到行动。
自我反省嘛，而再去付诸于行动，这才是很重要的。每一个宗教都有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步骤啊。那灵性修持的四个层次的方法，修正、认受和确认，还有改变。改变很重要嘛，所以我们上礼拜在讲说，我们要内省自己爱够不够，对不对？那我们看他什么是爱。我们说过西方讲的爱，包括希腊里面的爱的四种层次，最高层次 agape， 那跟东方的那个慈悲好像有点相近。那我上礼拜记不记得我上礼拜解释 agape 什么意思？牺牲的爱。可是牺牲的爱容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我帮各位重新再解释什么叫牺牲。改变，你愿不愿意为你所爱的去改变一些事情？所以我上礼拜记不记得我有放一个那个郭东修东瓜大哥他生前的访谈的影片，他为了他的儿子怎么样改变他自己。他儿子四五岁的时候，不是在他们居无定所，他们就在家三温暖过日子，对不对？然后他看了回到家，看到他的儿子，不是回到三温暖，看到儿子睡在三温暖的床上面，他想说，我要给我儿子这样一辈子过一辈子的日子嘛，逃给黑道白道对方。于是他已经毒瘾发作，毒瘾又犯，他每天要打好几针的那个什么吗啡。他呢有一天，他在你看一个人啊，能够在他儿子面前打吗啡，真是够了不起。其实四个字可以给他，他是无药可救。当一个人可以在家人面前施打毒品，真的是可以用无药可救来形容。他就在儿子面前打，因为他儿子不懂嘛，他说：“爸爸，你是不是生病了？”他就只要骗他儿子在爸爸身边。他就说：“那你为什么不去看医生？为什么要自己打针？”对他惊觉到他要改变。那他为什么要改变？因为他爱他的儿子，他付诸于行动，他用最古老的方式土法炼钢，自己去戒毒。我曾经还听过真人，也是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也染上了毒瘾，我记得他是海洛因，他是海洛因，也是施打了很久，好几年了。他的父亲过世了，他们是透天厝的，家里透天厝的情况之下，那个通常比较传统的家族的家人有过世之后，家里的客厅会成为灵堂嘛，所以他的父亲就是那个棺材在那个灵在家里客厅成为灵堂院。你知道他人生最可悲的事情啊？他父亲当天要出殡了，就是要那什么，那叫出殡嘛，就是告别式啊。然后他直接在他爸的棺材里面打开录音，好精彩！录音想看的画面，毒瘾发作到他在他爸的棺材旁边施打录音，他爸还没有入土他毒瘾发作，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后来他也选择戒毒了，他也改变他自己了。有些人真的可以戒得掉。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因为我这学期介绍了很多有关于冬瓜大哥他们家的故事，对不对？各位还没有看过冬瓜小冬瓜这个人，对。好，我先跟大家简单的先介绍时空背景哈。小冬瓜这个真实的本人现在大约三十岁，他父亲过世十年，已经对不起，将近七年，七年左右，2013年过世的啊，父亲过世七年左右。那他在小冬瓜差不多在二十岁的前后，他跟他父亲大吵一架。他吵架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觉得我父亲根本不关心我，只是顾着自己个人的事业，那种黑洞子。他就跟他大吵，你根本不关心，根本不在意我，你这些所有赚钱你自己留去慢慢花好了。大吵一架，甚至大打出手。然后呢，当他儿子真帅了，帅气啊，打包行李离家出走。离家出走就算了，他儿子更厉害，一切靠我自己，你过你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他这样把他爸的电话封锁起来，所以他爸怎么样都找不到他儿子，透过任何的方式也都找不到他的儿子。好，那事情经过两三年之后稍微缓解了一点，差不多在2013年的时候，他的父亲接了一个议员的这个告别式的案子，然后他想帮议员做完整的记录。然后就只好，就是因为好，那他稍微缓解了嘛，他就可以跟儿子连上线了。他就跟儿子说：“儿子，那个爸爸现在有接一个 case 啊，你要不要回来帮忙录影、摄影？”因为他儿子是搞摄影的，他儿子呢就好像是答应嘛，我爸这样说，那我能怎样？反正关系总是还是要建立起来啊。2013年6月的时候，他接了一个老太太的告别式。那天告别式结束的时候，他爸就冬瓜大哥就跟他爸说，冬瓜大哥就跟小冬瓜说：“哎，我们很久没有拍照了，然后拍一张相片。”啊，所以他们就勉为其难，就是儿子也有点勉为其难，就那好要拍就拍，他们在哪拍？在灵堂，人家的灵堂这边拍，在人家的遗照前面拍一张全家福相片，很特别。我之前给你看过这张相片，对不对？就是事情发生在2013年6月，我为什么时间记得那么清楚？因为我认识小冬瓜刚好是2013年6月。好，那2013年7月多的时候，应该七月快中旬的时候，小冬瓜接到电话，接到冬瓜大哥打电话给他说什么？哎，儿子，你要不要回家？
爸爸今天不行，他不行。所以这个时候小冬瓜才回到家里面。好，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好朋友接受的专访。我父亲其实他是六天龄三角，那他也很努力在体制内工作，可是也因此就是他牺牲太多的时间，他甚至等于他把所有的精力跟时间都奉献给他工作，所以鲜少有时间可以陪家人，陪他的太太，陪我，然后甚至他不一定有精力可以照顾到他自己身体。那很讽刺的是，我们本身是做礼仪服务，就是我们这种类似的 case 我们其实还看不熟，可是哪怕重视如此，当时我还是为了说我的认知，就比如说仿佛觉得好像爸爸会因为陪在你身边很久很久，可是当那面来的时候，他突然就来了。就是我爸那时候要走的时候只是3岁，这么年轻。我记得我那时候离家的时候，我还想说啊，没关系啊，我爸撞你了，我要停了，对吧？那出去外面浪荡了几年再回来，他一定还在。可是殊不知出去不到2年，就因为不想要离婚，因为他娶好亲戚了，因为很完美主义。那时候就很心疼他，就会觉得说，心疼自己父亲，就是为什么要怎么样去消耗自己的身体？所以后来我们彼此之间的那种争执跟双方的观点就越差越远。那有一次就因为有很小的事情，就切了口角，有了争执。我就跟他讲说，你永远你把你的时间都花在工作，花在那些杂事，加花在他们身上，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你有在乎过我？就是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里？让我看到我爸那个错的表情，然后整个理智线断掉，我就觉得做那么辛苦，那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啊！我讲了一句非常伤人的话，我就跟他讲说，为了我，不用，这些钱你都认真跟他的话，我不需要。然后那时候连夜就打包我的行李就离家出走。我那时候记得到医院看到他那个第一眼，就是有种他没有明讲，可是看那个眼神，他就有种就是你为什么现在才来？对。然后我觉得，唉，有没有讲担心还是酸酸的，遗憾，真的是遗憾，就会觉得说自己为什么会错过这件事情。然后纵使明明我跟我爸爸同在一个房间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有这个心机，可是我们都没有，我们双方都没有人有勇气去突破。然后是直到医生有一次在做检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如果可以的话，你有什么话，趁这几天有空，跟爸爸讲。我说怎么？他说因为他们检查，他们最近有一个检查报告出来了，然后以目前的数据显示。爸爸很有可能会陷入一个非常深的睡眠，那这个一睡就不会再醒来。我那个时候才愿意，冲出医生的办公室，走进病房，跪在我爸的床边跟他讲。我第一句话是我跟他讲说：“我说爸，你爱我吗？”我爸那时候呢，就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有点脑昏昏沉沉，有点恐慌恐慌，问你的，他就说，他突然回过神来，他就看着我说：“我当然爱你了。”不然我之前你做的那么多是为什么？他们就开始忏悔，把护理人员给我发脾气。我不应该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被通知。我做了很多很伤你的话，我不是故意的。我爸说，知道。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放手。对啊，就是9月1号的那天凌晨，然后。我在大公司指标保镖，跟刚做的家属就躺在病床旁边。那时候还挺昏迷，然后突然机器就大作，哔哔哔叫的很大声这样子。我赶快去护理站找护士，我说：“哎，有状况。”然后哇，那个状况很危急。我不是专业的，我不是护理专业的，但是一看那个护士的脸就知道不对，每个都如临大敌。然后赶快把医生叫来，开始抢救。然后就开始灌气嘛，那个拿个吹球一直吹，然后就真的很像电影，你知道，slow motion， 很快速，但是在你的眼中所有都是慢动作。然后就是你整个状态就是在感受，到底发生什么事。然后就看啊，有人在救爸爸，然后就看，然后那时候在急救过程当中就看爸爸的肚子，就慢慢鼓，慢慢鼓，然后鼓越来越大，然后。
当他大到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像吹气球一样的时候，心里跟弦的断掉，那时候心里就知道不对劲，就是差不多。然后我就走过去前面，我就跟那个护士，因为他们那时候就很认真嘛，我们就很努力。我就手抓着我爸爸的手，然后我就跟护士讲说：“我说，我只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好。我说，爸爸是不是回不来？”然后我真的印象深刻，他还不敢回答我。那时候护士还是这样点头，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放手，这样可以，谢谢你们。”爸爸这辈子过得很辛苦，不要再这样折磨他，就让他放手。然后我们就宣布时间。我那时候在病房里面哭得非常大声，然后我知道这是我能为我爸爸做的最后一件事情。那时候真的很奇怪，就是我那时候就是看到一个节目，然后我爸就在节目上就是有点感慨，然后哭落泪，就是说我的儿子都不理我，然后我爸就意外就留一段话给我。我爸那时候在画面上就这样讲，他说他知道他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他这个人，他只希望在他有能力的时候为我多铺一点路，然后我才不会像他小时候一样过这么辛苦。然后我那时候看到那个袋子就崩溃大哭，就是我在那一刻我才真的明白，其实自始至终就是我爸爸想的就只有我。在这整件事情上，我学到最大的是，我过去是不懂珍惜的人，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理所当然，因为我在这件事情上我学到珍惜。我知道很多东西都不要讲以后，你有就现在陪伴。然后这个就是我要谢谢爸爸的地方，他用他的生命教会我这个很重要的功课。很多东西就是你要用心去观察，什么是对方的最重要，错过的部分。所以哪怕失败了，我也站起来了。所以也成家立业，结婚生孩子，然后你的孙子小瓜很可爱。然后这两天刚开始学会走路，那就开始会找爸爸，然后所以我也开始在学习怎么当爸爸。然后我觉得完全认同爸爸说的，就是我可能我也不是一个完美的爸爸，可是我觉得我也会跟你一样，就是我会尽力做到我该做的。谢谢你做了一切，然后请原谅我年少无知，对不起，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情，让你度过心碎心痛的时刻。可是不论如何，就是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就这样而已。无论你现在人在何处。这是我这学期这个尝试的哈，但因为我上课程呢，通常不会放一个人的故事，然后告诉各位同学。但是因为他毕竟是自己朋友嘛，对不对？然后想说，哎，他的故事我也经历过了后半段，然后我也知道他家的改变，他们家的状况，所以我也希望透过小冬瓜的这样子的一个访谈的节目，提醒各位同学珍惜什么东西，珍惜你可以跟你家人。在写这个时间点，你错过了，不见得都回得来。明天跟意外，什么东西会先来到？可能是意外会先来到，计划永远赶不上什么变化。所以希望各位同学能够珍惜你现在可以跟你家人在一起的这个时间点。那我们另外还有份作业，就是写一个电影心得。那我们电影心得里面，我们就是说，因为大部分人都看过《美丽的声音》嘛，那《美丽的声音》里面我们在探讨一个问题，叫修复关系。跟谁修复关系？跟家人修复关系。各位还有印象，你以前看那个美丽的是不是最后不是那些所有对家人的误解还有所有的仇恨慢慢的拿下来，
重新跟家人去修复关系，还包含明宇跟静慧，对，应该是静慧跟明宇，啊，那又称之为小勋，对不对？他没办法认他是我的儿子，但是他用那个抱了那一下，那是一种修复关系。就在这个《美丽的声音》最开头，不是他们不是在那个社团里拍一张全家号称的全家福相片，不是被科长撕烂的，但是他们又重新贴起来，那也是一种修复关系。我就想到科科夜总会，不是也是一张相片？一美在当时一气之下把那个海特的相片撕下来，但是被可可收藏起来，而最后 Nico 是把那个相片两个相片合在一起修复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跟自己修复关系，跟家人修复关系，那我觉得那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人到底为什么而活，就是为爱而去活，活出那个爱的样子。所以我看各位同学，不管是电影新的也好，或者从到今天来讲，我们都会都重新跟家人建立关系，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希望各位能够帮我，能够让你可以透过我这份作业跟家人拍一张相片，跟家人建立更好的关系，或者是慢慢的去修复关系。好，慢慢的去修复关系，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好，那我们接下来这堂课剩下最后十分钟。最后十分钟呢，其实这是原本这开始是今天的课程。那我刚才放小冬瓜那段影片，其实原本是要配合在美丽的声音的后面我才想要放的。首先我们因为时间不够，然后呢美丽声音各位都看过嘛，所以我就不再放美丽声音了。那我就说我就先不如再浓缩在这堂课。那我们接下来回到这边，然后从悲惨世界来看内在革命。大部分同学都看过这个悲惨世界这部电影，对不对？从受看国中为什么要看？不知道啊，看了有什么目的？高二看的啊，请问看的什么目的？不知道。那为什么要看？因为好听嘛，对不对？好像不是看电影版还是音乐剧版？电影版本为什么？因为它比较动，比较好看。OK， 好。那主要我当然我不能说，如果老师朋友跟你们去讲解这里面的音乐构造啊、艺术的成分啊，我觉得很棒。但是我今天不想跟你讲音乐啊，我想跟你讲是《悲惨世界》，讲的是内在革命。为什么？因为这个原作者小说雨果说的啦，不是我说的哦。啊，这我不想跟你讨论关于音乐的层次，我不想跟你讨论艺术的部分，我想跟你讨论内在革命啊。那悲惨世界呢？最主要就是讲的正义跟勇气，讲的三跟二，追求正义的过程里面，法律的本质，还有宗教信仰的力量，还有爱跟亲情。我觉得里面最衰小、最倒霉的一个人就是尚万强。这个人怎么样？他为了他的侄子，他被饿死了，所以他偷了一块面包。被偷了，成为窃盗罪。好，那这个犯了一个窃盗罪，所以被判刑几年？五年呢？不值得吧？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这不公不义。然后他的侄子饿死了，他被判五年，他中间也不服，在这牢狱里面，所以他逃狱，就在加重刑期14年，所以总加起来19年。终于19年刑期服完的时候，他要获得人生当中的真正的，他认为真正的自由的时候。里面的狱卒叫做贾维，就告诉他说：“你看起来你要，这是你的假释令，你知道代表什么吗？”尚万强说：“代表我自由了。”那贾维说：“你才没有自由嘞！你要带着这个假释令去，就是你的身份了。你是在永远的2460。”那这个尚万强怎么样？不是，我是尚万强。然后贾维又说：“你是24601，你就是永远的24601。”所以我觉得贾维很像那个小屁孩哦。一直叫人家的外号，叫人家错号，就是那个谁，就是那个谁谁谁。然后那时候那个谁就说：“我就不是他那个谁是谁嘛，我就是那个谁，我才是这个谁是谁啊。”然后上完讲就一直说：“你就是那个2460。”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2460。我要讲说，在这段我想跟大家讲的，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就是那个2460，我们根本就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Follow to the left of your itinerary. This badge of shame will show it till you die. It forms your dangerous man. Soil of bread. Sister's child is close to death. You're starving. You'll starve again unless you learn the meaning of the law. Or the meaning of those 19 years. Slave of the law.5 years for what you did, the rest because you tried to run. Yes, 24601. Mm, Jean Valjean. And I'm Javert. Do not forget my name.
Do not forget me. 24601. Now, down, down, 唯独是你的宿命。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一样，我们为了学业，为了事业，我们都在为奴，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坟墓，所以我们并没有真正得到自由。好的，就后来上官娘带着这个所谓的假尸体，背负着永远26年龄，请问他去找工作，有人敢用他吗？没有哎、欸，就像当时的东方太妃一样，没有人想要用他哎、欸，真的没有人要用他。所以好险他那个在台湾，所以他做了什么冰妆液。那上官娘呢？到处都没有人要用上官娘这个人怎么办？他真的走投无路，他就到一个教堂外面睡觉。那教堂神父发现，哎，怎么睡在这边？他进来睡觉啊，然后给他吃饭啊，给他取暖，然后他睡觉。就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上官娘没睡觉，没睡着，怎么样？偷走了教堂所有的银器。于是呢，跑出去之后被警察抓回来了。啊，真的，我说这种很倒霉嘛，对。被警察抓回来之后，然后呢，然后警察要确认一下，哎，这个歹徒是不是刚才偷走你们那边教堂所有银器的那些人？因为他怎么可能他身上那么多银器？那这个神父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有智慧。他说：“等一下，你刚走太快了，这边还有两个很重要的烛台，你忘了带走，这也要给你的，怎么没有拿呢？”好，我说我是送给你的。然后所以警察现在也没辙，就怎么样，就赶就走掉了。然后这个神父就告诉上官娘说什么：“从此之后，你要改过自新，那个上帝赦免了你的罪，那你不要再犯罪了，好不好？”然后就鼓励他。所以上官娘决定的时候，我要改变我自己。他要怎么改变？他就把那26年的假尸体撕掉。其实不可以撕，他就撕掉，我不要再做26年了，我要改名换姓，我要换一个人了。所以他重新做一个自己的，他认为自己的人。然后呢，就有点像那个上，我们看那个 Ari， 那个 Ari 就戴了一个面具一样。好，那他于是他重新做了自己的，他当上了一个市长，不是巴黎市市长，对不对？他自己旗下有一个工厂，那工厂里面雇佣了很多的女工。然后在这个女工里面有一个叫方婷啊，方婷呢，她长得好像长得不错了，我刚才也叫方婷吗？怎么样？啊，雇佣了那个方婷在那边，那方婷人长得还不错，所以呢，这时候，可是呢，她就是不给把嘛，不给追，里面有个小工头，就是要把她，就是要追，她又不给把，又不给追，然后接下来方婷又跟其他的女工处的关系又不好，因为你知道吗，方婷就不想跟那群女人瞎搅和在一起啊，所以那群女人终于逮到就咦。哈哈，你是个不检点的女人，因为你有小孩，你没有结婚就有小孩，小孩在乡下，哈哈。然后他就讲，当然说他是一个肮脏，是个不检点的。然后告诉工头，那工头因为他不给打，不给追，所以工头觉得想要废掉他。可是工头不能自己做主啊，他就问了，请教市长。市长说啊，这种小事情你自己做决定就好。于是呢，他就做什么决定？那工头就把他废掉。那方婷非常恨谁？是的，你当时下坐在这里，所以呢，帮你流落街头，卖掉头发，卖掉牙齿，卖掉身体。好，那有一天市长经过说：“哎呦，这个怎么那么可怜，这女孩子。”然后呢，他们就非常鄙视市长啊、哦。然后呢，后来市长才终于了解，然后把他带到医院去，才终于了解，原来就是他当时同意让工头做决定，所以让他导致他沦落街头。然后他也告诉他说，告诉那个上官娘说：“我有个女儿。”在乡村的酒吧里面，他叫做寇塞特，医院面帮我照顾他，因为他生命已经摧毁了，他要死掉了。好，他终于他死掉了，那他答应上官娘答应他嘛，要照顾他的女儿寇塞特。好了，这时候，刚才因为贾维又调到市政府，调到市政府这边来啊、哦，然后贾维就觉得上官娘这个市长好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个上官娘，大家想通气的那个上官娘，可是又不是啊，所以他就禀告法务部哈，然后就去大家去追查上官娘。终于找到一个像上万强的人，怎么样？找到了，把他关到到法庭上去，要判那个像上万强的人。然后贾维也跑到市长这边说：“市长真的很抱歉，我误会了，我以为你是上万强，可市长明明就是上万强啊。”他这是那个 Who am I？ 趁着贾维离开，他在反省自己，到底我是谁？我要做那个做回我的上万强，还是继续做我的市长呢？可是有一个人却背负了我的罪名，在法庭上面，他要成为牢狱之灾。那他是个 Who am I？ 他重新要面对自己，他就面对真实面对自己，他的选择说：“我到法庭上面去，我要告诉法官说，我才是那个上万强啊！你们抓错人了。”
然后他当他到法庭上去的时候，他跟法官说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捉拿他。啊，这个追索的过程大家都知道哈。那我们最后为什么会有这部这个什么音乐剧或者这个故事呢？我们先听一下这里面最后的一首歌曲嘛。电影来看呢，当时还没有革命成功哦，还没有革命成功，但是他们终究是盼望那个革命会成功哈、哦。好，那这个为什么要有这个小说出现呢？雨果说了，因为这个世界出现三大问题啊、哦：男人因为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为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为黑暗而身体羸弱啊、哦。这些还不能全部解决啊，在世界上还存在愚昧和穷困的情况之下，那么这样子的书籍就会虚设无用的。什么叫做愚昧？盲从无知啊！什么叫做穷困？就是道德败坏、心灵上的穷困啊！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还是存在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纪里面、这个世界上面，所以这本书就不是虚设无用的。为什么我们要内在革命？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好，帮各位同学能够这两个对你有一点点小帮助，找到你自己生命的价值哈。那我们下礼拜就会聊的一部影片叫做《中国怪人》。好，下课了。就是讲这些，你是玩的。